万善根，生佛差别从此出，自他相换求加持，以我善乐诸因果，他苦因果尽无余，如风去来行取舍，由此发心求加持，未令发心常不退，念其胜利日六修，断似黑法依白法，如理情形求加持，成就利他发弘誓，未速圆满此誓愿，尽收大戒起大行，勤勇修学求加持，生命资具三世善，各随所愿施有情，重新变现已不失，舍心增广求加持，别解脱等诸虑疑，舍命不犯众恶行，若则若性为细罪，修此防护求加持。人即非人四大种，所作损恼多相逼，断除嗔恚不与教，观业忍受求加持，即为利他求菩提，无量艰辛精劫海，余诸难行无却倦，着精进慨求加持，念之坚固除尘掉，心缘一境生清安，身心愚善有堪能，随意得止求加持，以分别智观法性，即由观力引清安，复从清安发身观，愿生此慧求加持，由是摄众成眷属，说如法与事理行，以身作则现同事，四摄利他求加持，以修共道成法器，当求具得阿舍离，未入秘密圣上圣，受四灌顶求加持，所受真言诸密戒，若善守护亦成就，不守绝当堕地狱，舍命增护求加持，密不甘心二次地，达经要以其永尽，一日四座无间断，一时教修求加持，是子妙道善知识，如离熏修同行人，愿持正法久住世，内外斋习求加持，愿我生生与名师，饱餐妙法甘露味，十地五道功德满，速集正德金刚持。很多善知识都有解释这个菩提道次第，那希望你如果会上网，你也去查哪一段你不懂，你要先懂，这属于知识的文字般若。那再来呢，那你就要去按照这样去实修啊，所以最后你就可以了解真相。那我们就讲个重点就好了，特别各位今天139页第九，我们今天首八关斋戒啊，那就进入了这个想要希求解脱，但是我们也希望从解脱转为慈悲帮助众生。那前面告诉我们，因为依止善知识，而且我们现在脱离八难十圆满，所以也知道体悟无常善恶因果，所以我们皈依三宝，那我们就要开始忏悔恶业。所以第九呢，除了忏悔恶业，我们进一步要勤修善业。第九，此生勤修白业因啊，不是黑业，白业啊，就是能够有福报的，甚至就近解脱的，甚至成佛的，那这辈子要努力去修善业，一得人生贤善生啊，所以我们又能够得到
这个做人乃至来世升天这样的福报。但是这样还不究竟，为什么？自性之苦不能越，我们内心里面还有贪嗔痴啊，升天就是有傲慢啊，喜欢快乐，做人来后面啊，所以太太先生儿女好啊，但是呢还是会怕轮回啊，所以因为我们还有贪嗔痴，就像各位现在你会不会担心生病啊，最怕人家说你得癌症啊，这样啊，所以每次他们叫我去身体检查，我就皮皮说我已经被检查有三次癌症，三次啊，一次还真开刀了，开完刀还说开错了，他不知道我忏悔的要命，我很怕得癌症啊，这个眼睛有问题，因为骄傲，骄傲的习气，眼睛会有问题啊，但是我已经不再生气了，那过一关。后来第二次检查是胆，还是胆里面有这些啊，就像癌细胞一样。那时候我天天也是努力啊，做替身啊，从 1.5 公分，医生说在观察中 1.5 公分变成 0.3， 又过关了。那个医生就每天做替身啊，我说这人家教我的啊。第三次是肺部，他们检查说有三个白点，然后医院也准备好了要开刀啊，那时候怎么办？我又打电话请示大宝法王，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问他，要不要紧啊？他回答是可以开刀，会花去啊，可以开刀就是有问题啊，啊，那我想这怎么办？我又坐飞机去缅甸问老和尚，我缅甸有一位打坐的老法师会看病，有一点神通，他关了老半天了、啊，他跟我说没问题，不用开刀，啊。只要如何如何去做，特别我在放生啊烟供，所以然后呢终于又过关了。但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哇，这个癌症呢，他一跟你讲你就假别都困没起啊啊，特别因为我是在放生的人，在放到得癌症，做烟供做到得肺癌，那还得了啊。所以医生说你怎么天天抽烟，那哪有抽烟，我哪有抽烟，我做烟供你不了解我啊。但是因为这个是善业，这个不是抽烟，抽烟是恶业，那当然不一样啊。当然我在家是有抽烟，那至少我出家没有了啊，但是至少就这样过了啊。但是这样你还是会怕，哪一天还是会来啊。就像我去检查腰，有个医生说五年后来找我，我说干嘛？开刀啊！我就太算五四三啊，吉祥再见了，开刀啊！因为我爸爸就是开刀失败，很痛苦，差一点自杀，好在过关没死啊。那自杀以后，就是开刀以后还是苦，苦到没办法。所以家里有这个共业啊，所以他跟我讲五年，我就很烦了啊，五年我就不能动了啊。那时候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了。啊，因为我也努力忏悔啊，啊，广修功德啊，但是永远会怕，这个叫自性之苦啊，因为还有一个我执嘛，对身体，对某一种东西，就像各位做女人，你很怕你先生离开你，这个也是一种执着，自性里面没有，哎，还有这个爱染，还有贪嗔痴，所以这个不行，所以各位一定要愿求出离啊，你能够超越这个执着。对身体的、对感情的这些我执啊、法执，要有解脱。所以第十，游海漂流不自由。三有什么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欲界里面就包括地狱啊、鬼道，都是属于欲界的。欲界还有天道有六天，色界啊，色界天有啊十八天啊，无色界天四天，还是合起来是28。所以但是你只要在三有里面，一个讲的是贪，一个讲的嗔，一个是讲吃啊，所以你在三有轮回，你永远不自由，作此恶句。那为什么会三有轮回呢？是惑业。这个讲什么叫惑？惑就是贪嗔痴无明，因为无明我执升起的贪嗔痴慢疑，叫迷惑的烦恼。有迷惑，那你就会生口一造业，所以作此恶业，让我们在三有轮回的就是因为迷惑
造业，所以你就三有轮回。念一下，迷惑，所以造业，造业，所以轮回。那佛教里面叫此生则彼生，此有则彼有，这叫因缘所生法。所以念一下，此灭则彼灭。所以那你不再迷惑，这就不再造业，不再造业，那这个有了轮回，此无则彼无，就没有。这个佛教叫生灭法啊。那所以这个三有轮回这么痛苦，做皇帝也很怕下台，做玉皇大帝也会下台，都是在轮回的，都是有迷惑造业。那业复依从烦恼起，那这个迷惑造的业是因为烦恼，烦恼就是因为你没有正的空性。那简单，没有正的空性就是有烦恼，贪嗔痴啊这些，所以你怕没钱，怕生病，怕人家对不起你，很容易起心动念。所以因为有这个烦恼执着，所以各位要发愿，誓诸祸愁求加持，求佛菩萨加持，我们发誓要断除这个生命的敌人，就是这个迷惑的仇人。所以你已经把儿子生出来了，然后他天天在贪嗔痴，那你不是让他更痛苦吗？你要告诉儿子，生命的目的是消灭生命轮回痛苦的因，这个起码的条件你没有达到，你读十个博士，你娶漂亮的太太，你做多少的国王都没有用，你永远在生老病死。就像悉达多太子跟他的爸爸说，你可以把我生下来，爸爸，他跟净饭王说，你可以不要让我老病死爱别离的痛苦吗？他爸爸说，没办法了，大家都要这样，但是他一定要，他连王位都可以放下，六年苦行，他就要断除这个生死轮回的因，他断除了，他才可以帮助其他人断除，帮助众生断除。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誓诸祸愁，以后人家叫你写毛笔，你就写这个四个字啊，你要发誓啊，不成正觉，不起起持坐，要有这个誓诸，要断除，千万不要说啊，没办法，我这个脾气就不好，我这个人就没办法啊，我就喜欢抽烟，你小小的抽烟你都戒不掉，你还讲什么成佛啊？小小的喝酒你都断不掉，小小的发脾气断不掉，还想怎么解脱成佛呢啊？所以但是各位，如果你要解脱，一定要誓诸祸愁求加持，而且你去继续思维第十义，业祸增上成流转，因为造业，然后又还在迷惑烦恼，那又造业，就是这样不断的增上啊，所以不断的轮回业，你已经造业了，然后呢又起贪嗔痴，然后又造业，然后就生死轮回。所以劫生相续续福间，然后因为这个烦恼，然后又造业，然后就一直绑着，就像犯一条罪又犯第二条罪，第一条判完还判第二条，还有第三条，然后就一直把你绑得紧紧的。所以特别女孩子，请你记住，不要一直执着感情啊，还在想如果我还有下辈子，我还要去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一直抓住这个啊，一直抓下去。男人追求名利欲望，女人追求感情，然后就一直下去了，这样以后一直造业啊，一直轮回，然后把你业比瀑布的力量还大，把你抓得紧紧的啊。烦恼也是，这个人个性很不好，一辈子也改不掉，越老越难改啊。所以内心的烦恼，外在的业，把我们扣得死死的。离此当得无漏乐，如果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烦恼恶业，那你就得到了没有痛苦的快乐，没有烦恼的快乐。现在各位所有的快乐都是有漏的，结婚也会有痛苦，有钱也有痛苦，有身体也痛苦，吃太饱也痛苦，这个世间都是有漏的。如果能够吃东西不上厕所多好了，也不会得痔疮啊。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有痛苦啊，你买一部好车也有痛苦，怕被偷，怕车祸，怕别人知道你有钱人跟踪你啊。在马来西亚还好，各位，如果你搬去有些国家，你天天就怕被抢劫，怕被勒索啊。所以那这个世间所有的快乐都是有负面的，有副作用了。就像你吃那些消炎药，吃那些类固醇啊，虽然暂时了，
但是他痛苦更多。所以能够彻底离开这个业惑造业，要勤惜解脱，各位要追求解脱，勤劳希求，我一定要解脱自在啊！求加持。第十二，未脱有苦依三学，那各位叫实践了。未脱解脱这个三有轮回、三界轮回的痛苦，你要依止戒定慧三无漏学啊，要实际。像我们今天受报万载劫，内心修六念法啊，而且我们能够思维佛法，追求解脱戒定慧。那出家身得佛所称，那你要圆满戒定慧，出家是最方便的。出家这个外表身嘛，的这种福报是佛陀称赞的。所以各位，你就算不能长期出家，经常受报万载劫，好不好啊？经常受短期出家啊。如果你在马来西亚，你觉得不想去，明年我们七月在德国办。很美的地方，八月在英国办，漂亮的地方，吸引那些爱玩又爱玩，那边风光啊，天天烟供放生，美的不得了，办完然后再去吐啊吐啊，慈悲之旅啊，然后这叫有钱人修行法，这样啊，就吸引了一些年轻人，有钱啊，英文好的，这也没办法的办法啊，我用各种方法，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那各位要追求解脱，所以出家生得短期出家七天不得了了，早上就出家一天做一世皇帝，这个身体功德很大了，发菩提心短期出家一天200万劫富贵自在，200万劫不会堕落三恶道一天因为你用发菩提心来出家，哪怕一天所以深深愿持解脱戒，所以希望大家要就像过午不食，过午不食就是解脱戒，断除吃的欲望，断除男女的欲望。所以愿生生世世各位都能够，这个五戒不是解脱戒，五戒是人天福报啊，八关斋戒是解脱戒，有八关斋戒到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这叫解脱戒，如护眼珠。那各位今天晚上一定要如护眼珠一样，不要破到你这八条戒律，要保持正念因为你回到家你才知道五浊恶事难修行偏偏肚子饿他要煮这么香，像我一样，我平常八关斋戒我饿得像鬼一样然后隔天早上一吃就会拉肚子这样但是我觉得这样对我很好，我原来我去体悟那个饿鬼道的痛苦，对不对？我八关斋戒晚上饿得像鬼一样，就像我们几位法师八关斋戒要打坐，师父饿到不能打坐啊，咣咣咣咣给我，平常也不会啊，这个就是慈悲啊，让你去体悟众生的苦啊。但是你故意去喝豆浆就不算了，因为豆浆那个定多啊，你还饿所以豆浆牛奶你喝了就不算八关斋了，除非是人家生病了所以要如护眼珠一样的去持解脱戒，那这个是属于个人解脱。第十三，回小向大，你想一想，你解脱了，你妈妈有解脱吗？你解脱，你爸爸有解脱吗？你阿公阿嬷有解脱吗？是为了个人解脱在修行是不慈悲的，所以要回想孝大。但是话要讲回来，修解脱到了很骄傲的，我过午不食我打坐，甚至我好像正阿罗汉，所以缅甸的出家人都看不起我们大乘的，没有一个看得起我们，你晚上还吃饭看不起我们，因为他认为他们阿罗汉的习气就是很持戒严谨才可以阿罗汉，所以他看到你他就会有骄傲的习气，就不好但虽然我们持戒严谨，但是不要看不起别人，不然你这个傲慢你也没办法成佛所以第十三，但求解脱虽可得，佛陀说你只要三辈子持戒就可以证阿罗汉，习于自利且未缘，这个不是佛陀的本怀，佛陀的本怀是大家都成佛，所以你只为了个人解脱，这才自利，还没有达到利他，所以没有圆满。我们佛教要念一下，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要三圆满
对不对？那不能光自利，所以愿修能满恶力行。所以我们一切向各位今天守八关斋戒，是为了众生守，回向给他们，自利又利他啊。我们守戒有得到功德，我们也可以自利解脱，但是至少又回向给众生，不但自利又可以利他，也可以圆满菩萨道。所以愿修能满恶力，整个大乘的修行做都要达到自利利他。你不能说自利而没有利他，或是利他却没有自利，那没有用啊。我们布施至少我可以自利什么，消除对金钱的爱染执着悭贪，而且又可以帮助穷人。这个布施用钱可以买物命来放生，可以办老人院，可以帮人家护持三宝等等。所以要自利又能利他，这样你就入大乘道了，入大乘的门了，所有的都要圆满自利利他。所以供佛要记得下施给众生，供佛我们得到供佛的功德，佛的加持，然后呢马上把这个上供的功德回向给下施啊，能够愿修，我们希望能够修的都是自利利他，这样就入大乘道。但是你要修自利利他，个人不能有分别心啊，一定要有平等心。慈悲不是对动物慈悲，对人不慈悲啊。就像各位现在会怕鬼，怕鬼也是不太慈悲。那你要经常回向，特别做甘露施时，做到很喜欢鬼，鬼鬼鬼鬼鬼在哪里？因为你可以慈悲，观音菩萨就是这样，哪里有痛苦，我就可以去帮他，多好啊！哪里有魂魄，就去帮他，多好哎！啊，你身体很痛苦没有错，但是这个痛苦卡到了鬼也会痛苦，他的痛苦会让你感动感受。啊，有些人有发愿，愿我能够感受众生的病苦，哦，我就知道你胃痛，这也是慈悲。你不感受，你就不会修出离心，修大悲心，啊。所以第十四，愿恩怨中庸，今虽现。那你要修大乘道，对你好了，对你不好了，各位，你哪一天会观因果，或是帮你看你哥哥、你弟弟、你先生、你太太跟你的缘都是很复杂的，什么身份他都做过，在你周围的。都做过，都是生生世世的这些对你好了对你不好了甚至不关心的，这叫恩怨中庸，都会现前。那思量各个无决定，不是决定的，你最爱的可能你最恨的，因为轮回一直换角色而已，一直换角色而已啊！这辈子你做先生，下辈子换你做太太，下辈子换你做女儿，下辈子换他做妈妈，就一直在这里面啊！因为业报不一样，所以不管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乃至不认识的都在你面前思量各个，没有绝对的，只是扮演的因缘角色不一样。不应虚妄分爱憎，不要决定我爱你或恨你啊！反正来的都是缘，你就要尽力，不应虚幻啊！不能因为自己妄想执着而决定爱决定恨啊，或喜欢或讨厌。勤修舍心求加持，各位要努力的修平等心。平等就是冤亲平等，没有分别。我认为现在大家最烦的是什么，就是执着。就像我妈妈，我昨天我哥哥还跟我说，我妈妈八十几岁了，然后我哥哥呢故意打电话说，为什么妈妈我一天不去她就会哭，打电话给我。最近更厉害了，她要睡觉一定要坐在床边，等他睡着了我才可以回房间，因为我大哥就住在我妈妈对面，他还要过路呢，一定要等他我妈妈睡着了然后他才回去。事实是什么我不敢跟我大哥说，希望他今天没看到。我妈妈是我大哥，我大哥是我妈妈爱了好几次却不能在一起的情人。我爸爸不是我妈妈的情人，我爸爸是我妈妈被她的爸爸强迫嫁给我爸爸的，强迫嫁给我爸爸的，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大将军，有福报的，所以那个国王就对我女儿许配给你，然后我的妈妈的爱人还在外面哭呢，好几次了，但是所以我妈妈每一次怀孕的第一个一定是男人，就是她的爱人，我大哥。你家也在发生这事，我家也在发生这种事，天天在发生啊！那天有一个打坐跟我说：“
海涛法师，有一个老比丘尼对你好得不得了。我说，诶，你也怎么知道？什么都给你，连寺庙都给你。我说，对对对对对对，我以为他是我妈。什么你妈？我说他对我很好啊，寺庙给我，我出门我用的钱都是他的钱了。你有一世跟他是夫妻，结果呢，你跟他骗，你先去投胎，我随后就到。那所以我慢了30年来投胎，他变成老比丘尼这样，不然我撇不开他。我现在就烦恼了，哪一天他往生换我要坐在他床边呢？但是各位，这叫轮回哦，真的是这样一直轮哦，轮不完哦。所以你跟你的兄弟啊、姐妹啊、公司的人都是一个这样子。所以各位，你现在不要分别，你也不用特别问了，反正，但是没有修行人他没办法，像我妈妈，她一定要看到我哥哥，她才睡着，对不对？现在换我烦恼了，这我妈妈往生怎么超度呢？因为我的哥哥身体不好，他有一点癌细胞，所以我妈妈就一直为这个东西放不下，因为他本来就可以走了，他的器官已经都老化了。也没什么冤亲债主，但是他就撑着，他要看到我哥哥，所以这个就是很痛。然后他往生了，他一定会跟着我哥哥，这样，对不对？然后就一直这样，生生世世就纠缠不完。所以各位，这个世间法是如此，但是我们修行的人不能有太爱或太恨，太恨你还是跟他在一起，叫怨憎会苦，成为兄弟哦，两个天天吵架，从小就干起来了。有些生出来没几岁，两个就开始吵吵吵吵，像我大哥跟我就是这样。我大哥20几年都不跟我讲话，从小就看不起我，叫我这个小白脸什么一大堆，从小就一直骂我。我被他骂长大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那一个把我妈妈分配给将军的老爸，所以我妈。所以我对妈妈，我对我妈妈还不是那种骂，是对女儿的执着，怕她生病。我大哥就是，我跟他是情敌，我把不是我是情敌，是我爸跟他情敌，是我把他的爱人分配给别人的，所以他一见我就讨厌，骂我20几年不跟我讲话，这样，直到我出家，现在还讲几句话，因为我对我妈妈很好，她感动了，我对她情人很好。所以这个很复杂吧，我讲这个你就听听就算了，反正梦一场。但是就是因为有分别，所以我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我对我大哥、对我爸爸、对我妈妈要永远平等，这个叫修行哦，你不能特别去修什么你不能特别为他去做什么，反正我就绝对平等，这个叫勤修舍心。如果你不去修，你永远不会平等。喜欢就喜欢，讨厌就讨厌，喜欢就喜欢，讨厌，你永远在这个习气里面就像我刚刚讲了，老比丘尼看到我真爱我虽然他修行一辈子，但是他没有修这个舍心的时候，累世的习气还抓住了就会变成这样了。所以第15，生死流转无其死，入胎受生亦无出。所以我们没有，我们的无明就才是我们无量无劫以来我们在无明，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只要你有无明贪嗔痴，你就会来轮回，然后入胎受生亦无出那你就会不断的来生生死死。故知有情皆是母，所以在无量劫以来我们不断的轮回根本算不完，到底谁是我们妈妈，谁是我们爸爸所以谁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因为无量劫了，轮回了所以各位，你家里的，我们在家里，不管这个是你女儿，这个是你先生，都做过你爸爸，做过你妈妈，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在重复然后今天大家一起搬来马六甲，等一下出去都互称爸爸妈妈真是如此。所以因为无量劫来都做过我们的父母，
愿生思见，这个见是正知正见，不是眼睛看见，是你要告诉你在你的脑筋意识里面是，念一下，众生一定是我父母，一定要如此，愿生你。